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吉祥如意。今天来啊，好像啊，我们 internet 恢复了哦。那今天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视频。这个视频就跟我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是有关系的，就是手指受伤了。I have a fracture thumb。那今天跟八字比较没有什么关系啊 ，fracture thumb。啊，在运动的时候不小心，injured 到那个 thumb 啊，然后它里面就像你这样看，整个手掌这边都肿了啊，肿了啊，没有什么问题啦啊，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我觉得可以借一个今天这个视频啊，同时跟大家分享怎么 heal 的更快 ，without anything，OK、okay?。在我们的一个角度啊，手指也好啊 ，thumb 也好啊，还现在你看还可以，昨天真的是不可以，所以今天 basically 我整天是跟人家讲的，所以还就是要这样运动啊，运动你才可以很快的活跃。先这样讲，手掌啊，我就是一个 life example， 因为昨天受伤嘛，肿得非常大啊，非常大。那到了一个做了一个一种运动，可以消减啊，但它还是肿。你看，它里面是积血了啊，积血了。我不知道在医学角度这样的积血哦，我猜啊，到底乐不乐观啊？到底乐不乐观啊？但整个骨是肿的。但在半天的时间就开始恢复了，恢复了。OK， 再跟大家讲，如果有 happen 这样的 situation， 应该要做一些的运气的运动。首先的话，你要知道，当它肿的时候，你用你的手指去触碰一下肿的地方，触碰一下。OK， 很像我动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有感觉到有那个血的脉搏，你们会 feel 到的啦啊。有时候很像手指受伤啦、肿啦，但它不是会很像你动，它会有那个血在动吗？啊 ，OK， 这样叫流通。这边当这个范围受伤的时候，它是连接下来的，所以我们不要只是推这里，我们记得要推这里啊，推这里。这里很重要，不然下一个这边就不流通，所以要查油是查在这个地方，好，查在这个地方，查了就比较快好，啊，不要先推这里，先给这里的血液流通，啊，不然这边会消稍微有点肿，啊，所以这里要查，查好了，我们在练气的当中，我们要把气输入到手指。怎么输入？就是你在站住的时候，你的手要放下，好，放下，然后慢慢的收。啊，昨天是不能关的，但你要尽量的收。收了，上。然后是这只手受伤吗？推来前，慢慢出，慢慢开，这个气叫散，散了后要收，慢慢回，慢慢出，气又再一次上来，再一次收气，再回，再出，再上。再收，
出，再上，再收，再出，上，全，收。要，就是要一直这样做。我昨天就是一直这样做。这个是手指手掌的运动器啊，这也就是我经常每天都已经很少了啦，但有经常这样做。这样做的目的呢，是让我们的气血液循环在每个位置，所以有些人会问黄师傅，为什么你的手掌可以这样的红润？手掌红财气旺，怎么让你的血液循环啊？刚才那个步骤是很好的，本来昨天呢，你看，因为我们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，我们都在那个关节，它的关节是在转的。这样才可以让那个血液循环，但你要看你当下的身体情况啊。如果真的是太痛，那就要很小心。通常就会建议放松，然后这样转，不要抓紧，只是这样放松，然后这样转。然后我们要借用那个先天性的 gravity 磁场，手举上来，好，举上来，然后转，给那个血液循环。倒下来，你们自己试试看，那刚才我做的那个步骤，是让我们的气流入我们的手掌。当气入我们手掌，血液循环，你恢复的快，不用什么药物的支配，你可以这样。当然如果你有一些精油啊什么之类的来辅助，那我相信它会更快见效。但最基本你要这样，本来是一个 fracture thumb 啊， fracture thumb 应该估计这个可能要包的啊。如果去找那种中医师，他是给你包，给你大力的推，这样不行的，我跟你讲，这样会更痛的。他推只是希望说不要给他肿啊，不要给他肿，但那样子还可能说帮不到，但你一定要自己做一些基本的运气法啊，就刚才我修给大家的，那这样子做就会对手掌好，手掌的血气好，柔光焕发的时候啊，你的财气就自然好，你整个人的运气自然顺啊。受伤难免，但你要有一个办法来让自己康复得更快。命理学只是一部分，但我们了解五行阴阳，我们了解运气之法，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自己身心健康。别受伤了，想办法更快的去康复。好彩现在身体还年轻，但如果是70、80，那可能未必会行得通。但这个运气法，大家人人都要经常做，在那个 Circuit Breaker 有教大家做嘛。但你看，我现在是真的受伤了，只是做一晚。手掌就好了，所以我不这样做的话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拿不起笔，根本拿不起笔，所以一定要照顾好你们自己。那照顾好当中，just be careful 啦 ，everyon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when you're playing sports, doing exercise 啊。但只是想借，刚好我受伤，然后就用，我怎么让我自己更快的去康复来分享给大家。那希望说，这个办法可能你也刚好有人这样受伤，你试试看叫他这样做。那如果你没有受伤，你可不可以这样做？你也可以这样做，因为这个是集中你的那个关节，不是练武术啊，这个是好像你在做 to understand your body structure， OK，然后让你每一个关节有气在运行，
有气在运行啊，这样就很好了啊，很好了。你会发现整个人哦，这样做都会流汗，都会流汗啊，所以呼吸气在啊，我现在这样关是很痛的，很痛苦的，但不要紧，关住，我慢慢手举上来啊，这样就好了。常做常做啊，他就会慢慢懂。现在是真的是，昨天是真的是熬不下的，只能讲哎 ，You are very good， 今天可以了啊，今天可以了啊，慢慢了、啊、慢慢，你看，然后拆了，整个手是鸡的，很像那个 drumlet。如果你拿我的两个 thumb 来比，你会看到这个比较肿，但消很多了，消很多了。也同时谢谢很多人的关心，因为有微信也有啊，在 Facebook 也有一些人 post， 但没事没事，好没事 ，fracture 了，推推一下 ，click 回去 ，click 回去一下就肿，哎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还好还好还好是小伤小伤 ，OK， 你们如果有朋友也是手掌受伤，教他们那个运动关节的其中一个方法啊。这个是很好的 ，OK， 简单跟大家分享，所以让大家可以学点，了解自己怎么运气啊，运气，手掌红润，身体健康，身心健康，身心健康呢，财运自然好 ，OK， 手气要旺嘛，好，红润嘛，现在这个手是没有力了，拿东西 right hand 没有力，真的没有力。但还好，可以动，可以动笔就好。OK， 好，这样跟大家分享。哎，吉祥如意啊 ，Take care of yourself。